了好的粪便。这是我跟三哥两个刚从县里面带过来的鸡。你在这个多哎？十多度啊？没，十度四。哎了，十度五该。该嘛什么？没阿多欧鸡。哟，给人家的。现在不种地呢，也没阿多鸡，没阿多鸡。算了，阿多鸡背一种。那恁讲呢？那个那叫哪一头？啊，丢皮了。不像你这的行业老了啊。你这个是谁的？那老了多少？是不？差不多，刚刚。现在又老了。你们这给人家的，人家的。啊，我到我的很。嗯。他上不上鸡了？我上好几的。我不行了，该穿该穿，莫墨鸡的，不买地墨，不买三斤的嘛。你买三斤，爱金买，爱金买三斤。我地墨都买那多。养那老鸭，白菜价钱。养那是不是比现在这买了的？有的了，还。嗯。这只多，老的也多，欧鸡，是不是比送鸡买了买了？有呢，也18块。18块。现在18块。是啊。用18块。嗯。哦。行，欧鸡就18块。我们也多鸡，18块。是比顺其他土了哈，就是看爱咁弄个干呐，好个，选择然后下水钓拿，现在大家在弄鸡，送得上了，得空了啊，好，认得到了，认得了，叫你，有只阿伯嗯，三伯嗯么，你三伯嗯你么，你放呀？那都是阿伯，阿伯人六，阿伯你是六。哦，要我娘哦。哎呀，我要给了。嗯，那都是娘的生。行了。哎呀，我当个偶当。等等你，我那就发不了，发定了。哎，还没了。冻奶能干吗？来，一杯一肚了。老板，进去。哎，不准出，不想出来。这下我们家热闹，有20只鸡，10只鸭子，2只鹅。过年的时候虽然没有猪肉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养猪嘛，但是这些鸡鸭鹅足够了。2只大鹅啊！这2只大鹅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吃啊。这鸡都能吃了，过年的时候。我还准备养一些下蛋，也可以让自己皮下蛋。哦。嗯。养了下蛋，然后鸡生蛋，蛋生鸡，然后鸡又生蛋。那个鸡好像不是我们家的。哪里不是？那里不是有8只吗？7只，就那就一只公鸡，还不是我们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7只母鸡，1只公鸡。那个公鸡有小福了，都是母鸡。